安德在这里，不要理他，继续的往下呀。哦，看到了，两个 C。然后我们就试下打出我们的地魔出来吧。哦，找到了。掉吗？地魔之拳没有掉。掉我，他的掉的几率不是很高。好恐怖啊！我的矿物啊 ，later， 好，完成20个基本熔炉，干我不懂啊，那叫这样读啊，然后这个要放上面，这个要放下面，好，旁边青铜锭一个，耐火砖 ，OK， 做成这个基本熔炉，包什么？干窝嘛，干窝，然后熔炉，好，基本框架，燃烧加热器，好，做这个，好，变成这个漏斗，耐火漏斗，哇，要两个，才发现，好的，做完，提交。过后要和这个有一个很容易做啊，装备其实我也是可以做装备啊，现在我就可以做骨头的，就是他要这个这个加这个，所以我不懂是什么，就是这个熔炉好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好，研究出来了，就是要用这个耐火粘土方块，然后把它变成这样，是吧？是这样是吧？看多一次先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把它烧出来。好，烧出来了，所以这个也做了，现在就要做这个灶台，断灶台我们就放在这边吧。喂，没有关到吗 ？OK， 完成过后呢，在我们就要用喂黑礁石，黑礁石。卡住了我，他要做这个水黑礁石水泥，是这样吗 ？Yes, my lord。放进去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
好，完成了我们的矿工小屋二级，现在就来升级我们的这个矿屋啊，升级。好，你又需要什么？铲子。